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哦嗨哟，来跟大家拜个早年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、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。要问我为什么有和服？这个是个好问题，因为免费还没有做到，所以就只好借由就是 RT 原本的衣服假装自己有抽到。不知道这时候我到底有没有抽到，就是 What? 这是预录的啦，预录。总之呢，希望今年虎年大家能够开开心心、欢欢喜喜的。我这件好美哦，天哪！对了，如果啊有适逢太岁，那记得都要去点光明灯哦，时不时的就要去拜拜一下。听姐姐的话就没错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冲太岁，就是非常需要一些神佛的加持才能度过今年。太远了吗？就躲，我来拉近一点。是，这样可以吗？比较近。粉红色的狐尾从屁股长出来，哇，这尾巴真的好粗哦。总而言之，今年2022年还请大家多多指教，欢迎继续收看恋飞的聊天台。非常感谢大家去年从九月多一直到今天都一直在支持着恋飞，非常的感谢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。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 DC 群好好的相处哦，不要吵架，不要打架。那也挺多多多一点好不好，来聊天不要潜水啦。你知道恋飞真的很重视活跃度，非常希望跟你们聊天，不是说哦线下就是加一加然后就没有再活动了这样子。最后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吉祥，五福临门。我们过年后见，撒由那拉。